莎瑞娜，然后那一条曲子你选的是歌剧《费加罗婚礼》里面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。那 Zachary 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伯爵，看上了美丽的乡下姑娘 Teresa， 但是 Teresa 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所以说呢 ，Zachary 用自己的权势拼命的勾引她，希望能够跟她双宿双飞。那 Teresa 心里就一直在挣扎，她是应该跟着他那个又穷又蠢的未婚夫呢，还是应该跟着又英俊又有钱的伯爵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就知道。欢迎 Teresa 和 Zachary。